我叫璇，你是什么星座？金牛座。那怎样子追到你？我曾经有过一段感情是在520的那天，然后5:20的时候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然后当时他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你看一下这个手机号码，我一看这个尾数是520-1314，刚好那天也是我生日，就很浪漫。手机号吗？对，就是尾号是520-1314，也是我生日嘛。